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欢迎收看看跨境叫阿米的阿米秀，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。为了在疫情期间掀起的这股电商热潮中，将更多优质卖家和产品引入其线上平台，谷歌于今年7月宣布，入驻 Beyond Google 购物平台的企业将不再需要支付任何佣金。然而两个多月过去，这项举措并没有使谷歌旗下该平台的卖家数量出现明显增幅。谷歌商务总裁 Bill Reddy 表示，通过取消平台佣金，谷歌降低了卖家的运营成本，让各种规模的零售商可以更容易、更直接地在谷歌上销售产品，并展现他们的价格优势。然而对于大部分卖家来说，平台佣金并不是阻碍业绩增长的主要痛点，更大的挑战则在于客户的获取，而谷歌对此显然没有完善的解决方案。没有足够的流量来支持销售，仅仅减免 15% 的佣金抽成对于卖家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，因此很少有卖家将 Beyond Google 视为一个有发展前景的新渠道。